友好是什么？友好，友好，哦，友好啦，吼，得友好嘛，对啊。我们先讲什么就点头，然后永不回嘴。但是到最后真的会变友好吗？我听过一个案例，就是我一个朋友，他妈妈叫他嫁给谁，他就嫁给谁啊。所以他妈妈临终的时候跟他讲一句话，就说你这一辈子做的最不对的事情就是你太孝顺。所以如果那个长辈来叫我友好，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勒索，我会不从。你会叫你的小孩友好一点吗？其实我不会，因为我真的不愿意重蹈覆辙我妈妈跟我父亲对待我的方式。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有自己能量的母亲。友好不是那个友好啦，谁来晚餐的友好是你好我好大家共好。谁来晚餐？